Hello， 我係 Hong Kong Fencing Master 嘅 Coach Ken。我參與咗劍擊運動咧，差唔多已經20年啦。咁我曾經代表香港參加過兩屆嘅奧運會啦，包括北京奧運同埋雅典奧運。咁我參與咗劍擊咁多年咧，我深明白咧劍擊運動咧對一個人啦或者一個孩子咧好多好處嘅。咁所以我好希望咧將我對劍擊嘅熱情同知識咧，藉住劍擊運動咧傳授俾下一代咧去建立我哋嘅孩子。劍擊咧，除咗可以訓練咧小朋友嘅手眼協調啦、專注力之外啦，藉住通過訓練同比賽咧，小朋友會有佢嘅目標啦，佢通過努力咧去達至成功。咁呢個過程咧，對佢嘅成長係非常之好嘅。為咗令家長咧喺屋企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去練習劍擊啦，咁我哋拍咗一系列嘅短片啦，係幫助家長咧去喺屋企咧同小朋友去訓練嘅。如果想孩子攞獎，同埋進步得快啲嘅話咧，呢個禮拜3堂嘅劍擊課咧係基本嘅。咁當中包括非常重要嘅就係1對1嘅個人課，去扎實佢嘅技術啦。另一樣嘢都係好重要嘅，就係一個加強班 strength class 去增加佢嘅實戰經驗。咁兩者嘅加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呢個孩子嘅成功，除咗孩子自己努力之外咧，家長嘅支持同埋教練嘅栽培都非常之重要噶。我哋一齊努力。Go fencing!